带来冲动。来吧，剑圣玩一下。点蓝杰斯，中单小，中单龙丸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，我将为你指路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这么快有人来蹲？碾碎他们 ！TPEZ。想一下，可以三级去抓他。全军出击！这龙王这么自信。带点蓝不带 TP 的，两组野都还没说完，下路就死了。等他来打蓝，这一还推了他死了，这不别砍他成绩，跑不了了。把那白眼刷了，回家。他红区的野清完，这杰斯还 Q 了一下，想抢我蛤蟆是吧？你个坏小子！这个杰斯点蓝打不过 TP， 长手打不过短手。高科技打不过冷兵器，看一下他对线的是谁，原来是剑魔。贝雷瑶要是去上的话，我们可以刷他第二轮的野。他第二轮也刷了。
车跟过去，刷个 F7， 五级龙王，怕他，这 A 刷个 Q 出来，被你矿了，减伤一下 ，1v2 双杀。我们的野应该还在，他这个点回来应该是没打的。集中起来的意志，刷了一组吧，所有人没了。他那个时间刷不了两组的，先把这个虫吃一下来。过来 Q 一下我，他就死了。雷亚把龙打了，这次我状态不好，看他也没来打河蟹，没打河蟹应该打红去了，没在我们野区里面，胆子挺肥的呀你。先把蓝打了，升六。看到我得绕回去了。送塔就给他送呗，这边可能放眼了，先丢个眼来走。这边下路不见了，正常来讲这贝雷亚应该到了，对吧？走位，左推，让他把野刷了，旁边可能有人在，你这边走了，打不了，人太多了。兵线不进塔不要直接过来的，可以换个扫描了。主要他这个东西比较灵活一点，这会不好杀他，要杀他的话得有大，加个红 buff 减速一下。你开 W 站在原地一样等死，有什么区别呢？这龙王就在旁边，这一个个的，这游戏最基本的理解都没有吗？你直接秒 W， 点蓝又减伤不了，你持续 W 回血，你站在原地不就当活靶子？而且有点蓝，再也回不了什么血了。你跟他只有距离离远了，在 W 抬口血才有机会活下来。有些人心里有点变态，就好像你玩的
这么好，这么完美，哎，你竟然也有这点小失误，而且这个失误还不一定是失误，让我逮到你了。然后就开始贬低一下，就显得我比你厉害。这种人心里太扭曲了，我真的讲。怀疑是最强大的敌人。真正的大师永远是幸福的。集中起来的意志可以击穿顽石。跟上，都躲下来，死了。这蛤蟆也说了，玩个游戏何必认真呢？这不是我认真，是弹幕认真呢。我说的没毛病，有些人就是通过贬低别人的产生快感，这有些人看直播，就跟你。我经常会玩一些英雄呀，突然有个哎，有个这个英雄你不会玩啊，让我逮到了，就等于你所有英雄都不会玩。这在他眼里面好像就你有一点那么不完美，就等于去全盘否定你，因为你别的地方都显得太完美了。这样否定一下你，他就有满足感，他就有成就感、愉悦感。终于让我逮到一个你不会的英雄了。我们开始。一个 W 说了五分，你说你为什么要留在直播间里面呢？我现在还要接着讲，你是不是还要看？你是不是还要发言？你见不见呢？这根本的问题都是你自己找的。你这个就好比你被人无辜指责，你反驳一下你就有问题了，你根本都不在意这个对与错，你只想你自己爽，别人痛不痛苦跟你没关系。那我现在告诉你，我还要讲，你是不是还要看？你是不是还要发弹幕？你说这是谁的问题呢？我直播间你还不让我说话了，这最没道理的。今天我这玩了一晚上高压局了，还要碰到这种弹幕，得挑两个软柿子来捏一捏了。我说这有些人心理变态完全没毛病，你跟他聊聊的他就开始人身攻击了，他就看到你想破你防啊，看到你有争议的时候他就越挑事儿，一边又要搞你的心态，一边要说你心态不好，这种人是心理有点扭曲的，一边给你传递负能量还要求你正能量。哎 ，W 差个半秒，开出来感觉有机会啊！先把羊刀摆了，这把我在想要不要来个聪明刀啊？
你看我都跟你说了我要讲了，你不想听你可以静音一下，或者先看一下别人，或者先不看都可以，你就非要想要我成为你想要的样子，试图去改变我。你看我都不改变你，你为什么要改变我呢？你像提别人提了一个要求，难道人家不答应你的要求，你就要开始说一些有的没的？你这种人不是心理变态是什么呢？我都告诉你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了，你们说一下这种人他是属于什么心理的？有一声音小不小吧，可能是我说话声音太大了啊。本来主播声音就要盖过游戏声音的。不要被骄傲遮蔽了双眼。你看我都这么讲了，还有人试图妄想改变，他是想改变吗？他只是看到有机会。可以搞一下心态，产生内心的愉悦感，是不是？这不就我说那样的人吗？这不是心理变态？我都都讲了这么多回了，他还要看，还要发，还要想着改变你，这内心的极其的扭曲，我只能讲。没事，一会儿就看不到了。这房管已经开始动手了。就把他阿躲了，碰下来，这不贼极限啊，一丝血。这边我想一下，聪明到没必要，这把我想出个借攻，这把需要一下双砍，要不要聪明到呢？我想一下了。哎，主要这个钱也刚好，而且13级了，这个13级给的这个伤害就很高了。他这装备11级的时候这伤害才30点不到一点，2级的时候就翻了一倍，主要是13级这个点他给的伤害非常高啊。看这把打多少，可以啊，打了将近1000血。等级低的时候出他就没什么收益。这一件再来个15吧，我感觉我有15的减伤应该就死不了了。
不是你为什么能扯到华为去就最扯淡的，都没人聊，你这莫名其妙起个节奏来。两刀就死 ，W 减三 ，Q 拉上。这也被流死了，死物还没出啊，不然借点血就可以硬 A 死他了。把死物先买了。你只要杀得够快，这个15就很好用，刚好你又缺一点点的坦度，你就可以借血然后再回血。他这个啊，范围挺大的呀，往回走也要吃，往前走也要吃，先把刀叠下来。哎，已经死这个角色出装怎么有点四不像呢？他的出装伤害也没有，坦度也没有。
再拉个破败吧。其实绑甲也可以、啊、我们开始吧。敌人虽重，一击皆斩。你这不是在送吗？嗯。哎、今天人都玩的好随意啊！赛季末了。嗯。等过几天新版本赛季初，又有新东西玩。大家玩那个又会比较积极一点。延续。